你认为的课堂是什么样的？青春，热爱，坚持，你理想中的课堂还能是什么样？马栏山上课了，时隔三年，全新出发。我想去留你的声音长大，去阐述你的观点。这好像还有亮点。课堂加舞台加原创加多屏，精彩无比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特别期待。神秘大咖空降来袭，他是谁？又将带来哪般别样的课堂？这个秋天，马栏山上课了，一起聆听思想的声音。